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聂宝，欢迎来到今年年初的一个抽卡。今天我们要抽的是日版 Fizz 的小小甜心三人组。哎呀，小小甜心他们终于进化了，变大了，八加九加十等于27，这个数字大家都知道了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打开 Fizz 呢是6%的中奖率。然后这一次聂宝准备了什么呢？没错，打了一年的公主连结，没错，哇哦。啊，虽然我最近玩其他走了啦，不过我们可以贴这个名场，哎，笑笑甜心三人组，我们等动画第二季 WS 再强化，哇，再次起飞，没关系，我知道，记得把那个我们的联动设强一点，对，无脑一点，看三，然后打三，看三打三，比正经还毒，没问题吧？啊，那今天我准备了保底的量，1月3号还会有抽卡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是搭配我们的信仰哈，新央之力。素敵な仲間が増えますよ。那合理。OK， 那这边继续用我们的黑魔法，老样子，遇事不决。来个采光吧！来个采光吧，拜托！啊，大丸，你是不是在啊？大丸，大丸，别躲了！哎，不过上次是大丸突然出现，然后我就中了。Oh yeah！ 海阔天空，哇哇哇哇 ！Yeah！ 哇哇！老师，那个我们放到1月3号，我不想上课，我们有连假的哈。来了一个27岁的，被抓去补习，不要让我想起我要考学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都要送订阅了，奇怪耶。哎，这个两趴，我要重开游戏。一个不爽。四个字，莫名其妙。搞什么东西？不是说10%吗？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氪的钱付不起律师费，那我就不会被告了，因为他们也付不起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们看到那个动画就可以赚钱了。哎，终于正常了，我们2%，2倍的几率，第二彩。还是我们今年完成一个目标，那个5张采光塞脸上，哎，20定哎，我想送一下啦，干，而且还不是我要的，我因为我缺净流，那要第100抽了。OK。那这边没有订阅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有这个保底的折扣。啊，那样呢？啊，今年一定保。是感觉这款的抽卡可以怎样？就是可以转一下彩，有没有？就至少有点变化性。
好，我们这边就设个一分钟，然后如果有中彩的话就会停。保底是200抽，所以还有100抽。拜托了，潇潇天喜，我都这么多张钱卡了，难道这样还不够爱吗？我已经很少看到有人打这个联动了，我几乎在赛场上顶多看到八砖，真的很少。好了，我们等封盘的瞬间就按了。还是有可能有人会在我抽到的瞬间，然后直接下。OK， 准备3、2、1，好，封盘封盘。为什么都抽到阿嬷？奇怪呢。啊，这才是 Fish 系的。还在夏天呢，感觉很高，感觉都抽到泳装，感觉没有，这不是夏天，大家穿的蛮少的。我站在云里，哎，对嘛，这才是必死祭典。还在夏天呢，哇，三个人一起共用联动，太强了，来一次，来三只，三人的奇迹同时，真的是出货，难道还有一只我们一个跳过啊，可惜可惜，哇，哎，这边中两只已经是很厉害了，三人奇迹同时，思考一下，每到这里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想保底的欲望。19515，千万不抽，不错。下一只，为什么？因为下一只我们含三单22000塞进去变40000，那40000有机会抽两只啊，这个精算，算一算。保释数学，因为每次都保底。好了，我们请左下那个废物滚。终于，再看一次，太香了。顺便把我们的影片冲到9分钟，我可以塞2次广告，虽然只能赚几十块钱。好了，这边聂宝100多抽，但是有中2只已经算欧洲了，那恭喜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明年见，耶、yeah。